大熱係二。好啦，一跳出嚟嘅時候，黃龍大將中一中啊慢咗啊，前面快嘅嘛，白衫啊擊上啦，響佢入邊紅運大師啦，響佢出邊咧中檔黑衫黃帽就炮子頭啊，最出係好好學習啊，咁啊第五位粉紅衫啊進黃彩啦，外邊橙衫咧走緊四踏啊安哥，尾三藍衫啊超能力，尾二黃衫咧打邊啊恆星夢啊，暫時帶墮後咧係嗰只黃龍大將嚟噶，好啦過咗呢個八八啦，好好學習就快放嘅，咁啊跟住第二位咧就白衫啊擊上啦，第三位內欄紅運大。師出邊炮子頭啊！第五位粉紅衫咧，咁啊仲有呢就係進黃彩啦。咁啊再喺外邊噶啦，超能力啊！咁啊安哥全程兜大彎啊，橙衫嗰匹啊，尾黃衫恆星夢啊，咁啊遙遙墮後嗰匹馬咧都仲係黃龍大將嚟噶。好啦，轉翻入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咧仲係好好學習啊！紅運大師藍衫上緊，中間白衫係擊上啊！咁啊再喺外邊位置追啲嘅馬咧，咁啊仲係超能力啦。咁啊大外檔嗰邊就安哥啊，兜到嚟最後百零米透出仲係紅運大師啊！埋邊位置好好學習，又未散喎，出邊仲有擊上啊！接近終點，紅運大師一路壓住咗，好好學習啊！跑第三名係擊上，第四名元蘭追上嚟係恆星夢啊！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下佳里錦標。咁啊，當然啦，紅運大師下佳里名下嘅，咁啊一路力壓住埋邊放頭嗰只好好學習，擊上就跑第三，第四名係埋邊嗰只恆星夢啊！左手交右手喎，紅運大師贏啊！史卓峰。跑第二就好好學習，第三就擊上，第四恆星夢。